中华县政府委托民调公司针对中华县政府廉政满意程度调查各项指标平均值达到90%以上的满意度，其中在评价上，这是以警察人员维护社会治安的表现满意度上最高。县政府为了要推广校园廉洁意识，特别规划以廉同行艺术巡演的系列活动，日前在秀水国小举办112年廉政巡回剧场的第二场，邀请来乒乓草儿童剧团，以轻松娱乐的方式来培养教育小朋友建立廉政的观念。第一场是在3月4号在我们的西湖糖厂举办，那第二场是在秀水国小。啊，我们希望我们在地的这乒乓草儿童剧团可以用很幽默，然后很在地化，然后能够轻松活泼、寓教于乐的方式，把廉洁、正义、勇敢、友爱这些好的品格教导给学生。未来学生长大以后到社会上都可以做个有用而且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从向下扎根啊，让我们的小朋友透过行动剧的一个表演啊，了解到我们的廉政政府的一个重要性啊，以及这个品德操守的这个重要性啊，从小让他们学习啊这个廉人的一个政府。小朋友是未来的主人翁，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表演让他们可以收获满满。乒乓草儿童剧团演出廉政话剧，教导小朋友爱学习、认真做代志、诚实做人的道理。系列活动嘛，举办廉政艺文比赛，获得奖的作品会当伫县内各校园巡回展览，希望会当让廉政的意识伫校园当中散布出去。公益频道张华韵秀水采访报道。